音柱后面加上什么呢？就是我的资料表名称。那我的资料名称这个范例是工作记录，我把它改为房贷。好，这地方的话呢，改为房贷，因为我的资料表名称叫房贷哈，房贷。那后面的话呢，就要接着五个栏位，再加五个资料。那五个栏位的部分的话呢，基本上这五个栏位的资料，这五个栏位的资料，我是这个栏位名称哈、哦，我们是用的是这边，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偷懒一下，这上面的名称一模一样哈、哦，所以把它 Ctrl C 一下，然后再到这边 Ctrl V 一下，好、哦，但是会产生错误有没有？记得把这个前后的那个加上逗点就可以，就是栏位名称逗点。就是我 insert into 到资料表里面的这五个栏位啊，这五个栏位，然后呢，后面再加一个什么呢？再加一个 values 哈、啊、，values 后面加的就是我们要加的五个栏位名称哦、啊，五个栏位名称。那这五个栏位的资料呢，我要怎么样放到我这栏位里面去哦、啊？那这个我想你们先试着把这边先改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，如果透过我们工作表上面的五个栏位，然后把它传到里面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